这是大兴蓝里罗汉松半成品，树龄在30年以上，之前是20尺高的庭园树。我在主要的枝干用嫁接法，让树的设计能够依照本身的创作概念完成。这是另外一棵蓝里罗汉松半成品。这是一盆以飘逸为主的设计。这是我刚完成的蓝里罗汉松盒子作品，至于盆面还没有经过加工处理。这是一棵用了嫁接手法的金钻罗汉松。